这栋楼是烟台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栋西式建筑物，它叫做乐群楼。乐群楼，对，以前在这边做什么呢？它是过去的话，它是作为一个洋人俱乐部的形式存在，是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潮流之地。过去它被称为福州 Club。现在是在乐群楼的一个外廊，英国人来了之后，他带来的这种西式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都是面宽有五阶，整个建筑其实是一个卷廊式的建筑，它除了有西式特色，其实它也结合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色。现在我们走入的这栋楼叫做明海关税务司官邸，面宽有七间，都设有两扇的百叶窗。现在这栋楼虽然不再作为明海关税务司的一个公署，那目前是在馆内我们进行了一个海关文化展的一个设置，向公众开放。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就是明海关税务司的一个外廊。这个墙壶很特别，那外面不一样。这个墙的话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鹅卵石就地取材，然后加黄土。那这个墙的话也是比较透气性的，整体建筑物还保留了原来的一个风貌。